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不知情的地方。啊，不是，这叫我们真实的录影啊！对，真实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讲真的，我要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一块买的这块地，它周边的景观，然后我们想说将来如何把我们周边的景观延伸到我们这块地，我们这一个农场，我们这一个快乐休闲地区。小红，你不能拿屁股对着人家啊！对呀，要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准备去的是在旁边 Tincan Bay 啊，还有一个叫出名的叫彩虹湾，叫 Rainbow Beach 啊。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就有感觉的感觉，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做梦的感觉。后面有我们的高阶采花大使，还有阿丽，最美的阿丽 ，Now the Filipino singer。Yeah, right. Good. Yeah, all right. 来到了 Rainbow Beach。漂亮的不得了。为什么这边叫彩虹湾呢？主要原因是等到夕阳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全部的天上的颜色会变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。好，我们往后看一下。Photos. Oh yes, yeah, that would be nice. Lovely. Cheers.